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选手。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给我们两位王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宁静县西塘沟社木庄村木庄大队，谢谢大家。您知道到这个节目来干嘛呢？干嘛吗？换汽车。换汽车？你拿什么换？那我的那个看家的东西。看家的是传家宝吗？传家宝。传家宝啊。嗯，是什么宝贝？让我们看看好吗？一二三。哎，哇，是杀猪的。我那猪大概最沉得有多沉啊？170-180斤，我自个儿搞定。你170-180斤，170-180斤，你自个儿搞定。你看我干啥呢？哎，你也差不多170-180斤。我想问问，170-180斤，您的体重有多重？多重？110。110。你这样吧，我知道他啥意思。你能不能把那个刀放在边上？你放边上，你放边上。你别吓我，来，来个有力气的，谁有力气？有挑战的吗？你有媳妇吗？有，你估计你还能回得去吗？喊这个技术是悬了。你能把他撂倒吗？小伙子，那个我对不起你了啊，先翻个手腕，先翻个手腕，先翻个手腕，看看力气啊。行，来来来，翻个手腕，来别急啊，别急啊，来一二。哎，兄弟，你那个咱都是山东人是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哎，大姐，真是让我们见识了一下你的力气。那先给我们讲一下你的换车理由好吗？我们那养老院，老头老太太的可爱听我唱了，我一去了，老头见着我都不撒手，都就想喜欢听你唱歌是吗？对对对，我咔一下子开小汽车去了，他们不是见着我不更高兴了吗？我就这么想。那今天也让我们见识一下你动听的歌声好吗？那我得换换衣服呗。你要换换衣服是不是？对，那必须的。俺把俺最好看的那面展示给大家。大姐，你今天到现场来穿了这么漂亮的行头演出服啊，要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山楠楠开花红艳艳吧，送给这100个观潮团好不好？音乐开始。千家万户哎嗨嗨哟，大门开哎嗨哎嗨哟，我相信都非常真切地感受了一下大姐的豪气。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这位大姐梦想加油。支持率为83%，也就是说你获得了2张幸福卡。满意，谢谢大家。好，有请高鹏。穆大姐您好。你好。接下来请挑战您的梦想，出发。请发动梦想引擎。
空旷，别开过了。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选题环节，有请我们的天使。请我们的天使打开后备箱。穆大姐，在我们车的后备箱当中有六只密码箱，分别编码为1到6，每只密码箱当中有10道题目，当然不同的箱子当中题目也不一样。现在你要思考一下拿哪一只密码箱，请选择。一号吧。请我们的天使把1号密码箱拿过来。接下来你要连闯3关，每关3道题，每道题只有1个正确答案，会有10秒钟的思考时间，如果答错或者超时就算失败，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这是您选择的1号密码箱。箱子当中的这张光碟里面有10道题目，是你今天要去挑战的，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接下来从第1关第3题开始，请听题。请问怒杀西门庆的是以下哪位人物？ A 潘金莲， B 武松， C 武大郎。请作答。武松。不要再思考一下吗？不思考，不思考。时间到。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答案。那么这个 B 武松这个答案对吗？恭喜答对，第1关顺利通过，离你的梦想更进一步。我们的全新圣达开动，在这边你可以获得都莲花生态护肤开创者莲花高端护肤品牌水之柔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水之柔莲花护肤组合礼品套装一份，恭喜。接下来还有6道题，也就是说有2关，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就有资格获得我们的全新圣达的10年使用权。第2关第1题，请听题。请问炒素菜时适当加入以下哪种物质，可使青菜的味道更好且不破坏其营养价值？ A 白酒， B 糖， C 醋。请作答。醋吧。还有5秒钟。你说什么？第1个第2个。时间到，回答正确吗？恭喜答对。第2关第2题，请听好。请问水温超过多少度时维生素 C 会遭到破坏？ A 60度， B 70度， C 80度。请作答。80度。还有5秒钟。80度。间到。80度。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关第3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个选项是战国四公子中齐国孟尝君的名？ A 魏无忌， B 赵胜， C 田文。请作答。这道题可能有些难，要提醒你5秒。 A 吧。3 2 1。能告诉我为什么选择 A 吗？就是
直接猜的吗？我觉着应该是 A。 好，既然您选择的是魏无忌，那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对不起，答错了，应该正确答案是 C， 田文，谢谢您的参与。来这边请。再见，亲爱的。你好。大家好，我叫刘恋，今年22岁，是一位北京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哦，北京大学。对，名校生啊。是传说中的北大吗？是的，屁大。才女啊。我觉得北京大学有很多学生，他们不只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的人，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吉他很棒，然后唱歌也非常好的，写歌也非常好的同学。那你呢？你的特长是？我也是在我们学校曾经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获得冠军。然后我和我的一个搭档现在在组一个爵士的组合。能用一句话把爵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老觉得那唱爵士的是不是就是那歌不好好唱，故意绕弯子，绕的最后找不回来。我觉得爵士其实是对于生活最纯粹的一种凝练，它的每一句的表达感觉是在表演一出人生的戏一样。很多人喜欢听爵士，就是因为它能触动到自己内心的一块柔软的地方。现场给我们来一下好不好？我们都说的太端端了，好不好？OK， 那我就唱一首 I love you。 I love you。 Say we together babe， Say we together。 Oh I love you。 Say绝了是了吗？绝了，真的很棒。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现在是在一个广告公关公司工作。很不错的工作。对。好的，那刘恋，那你跟我们说一下，作为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又那么多才多艺，又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的换车理由是？首先，它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打一些零工，然后唱歌一些外传，然后省下来买的这辆车。虽然它现在很破很旧了，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属于我的至宝，因为它陪伴了我在学校大概3年的时光，然后陪伴我去各种演出，然后扛着乐器，然后冒着风霜啊、沙尘暴啊，就赶去演出。你打算用你的至宝来换我们的全新胜达？对。那你的换车理由是？因为我现在为了付房租吧，可能住的离公司比较远，所以上班的路上可能就用不上它了。而且我觉得有辆车之后，我们可能可以真正开着车去到这些周边的孤儿院或者敬老院，给这些孩子一些除了金钱和食物之外的一些帮助。因为我觉得音乐是美好的，这些孩子他可能更需要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食粮。好的，好，我们现场的百人团，请为他的梦想加油。百人团的支持率为78%，也就是说你获得了一张幸福卡，恭喜你。有请。有请。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周末驾到。你好。听说在北大学的专业是考古。其实对于很多其他方面，我也非常在行的。哦，音乐方面，刚才有领教过。这个是你要去置换的物品，对吗？对。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它先收好。刚才呢，通过你的表现，你赢取了一张幸福卡片，那么你会 pass 一道题，也就是说你还需要再答对八道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全新盛达的十年使用权。准备好了吗？来，挑战你的梦想，这边请。留恋，希望像你刚才所说的，除了对音乐、对考古之外，还让我们看到你对什么在行。请发动梦想引擎。刘恋，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你好。首先你要做的是选题，有请我们的天使。请我们非常漂亮的天使打开后备箱，在我们的后备箱当中有六只密码箱，现在你就要想一下选择哪一只密码箱，请选择。我选择五号吧。有请我们的天使把五号密码箱拿过来，这是你选择的五号密码箱。好。箱子当中的这张光碟是你今天要挑战的十道题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你今天的挑战。第一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歌曲《中国话》是以下哪个组合演唱的 ？A. 羽泉 ，B. 小虎队 ，C. S H E。请作答。C. S H E。这道题非常的简单，时间到，给我们的答案是 C S H E。嗯，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接下来第一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维纳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什么的神 ？A. 智慧 ，B. 爱和美 ，C. 自由，请作答。B. 爱和美。还有五秒钟，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就是 B 了。时间到，很肯定的给了我们答案是 B. 爱和美。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第一关顺利通过。现在你获得了由莲花生态护肤品开创者莲花高端护肤品牌水之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水之容莲花护肤组合礼品套装一份。谢谢。当然也离你的梦想更近了。我们的全新盛达开动。第二关第一题，请听题。好。请问，持旅游签证的港澳通行证，每次在港澳地区最多可停留几天 ？A. 7天 ，B. 15天 ，C. 30天。请作答。A. 7天，因为刚刚才去过香港。对。刚回来。对，刚回来。时间到，给出的答案是 A. 7天。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谢谢。今天非常的幸运，很多的题其实是你刚刚经历过的，对吗？对。希望你能够一直 lucky 下去。好。第二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迎客松是我国哪个著名风景区的标志性景点 ？A. 庐山 ，B. 泰山
C 黄山，请作答。应该是 C 黄山。小时候爸妈曾带我一起去爬过黄山，然后专门给我介绍了迎客松。时间到，选择的是黄山，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第二关第三题，请听题。有成语说蜻蜓点水，比喻做事肤浅不深入，请问蜻蜓为什么会点水？ A 捕食， B 喝水， C 产卵。请作答。应该是 C 产卵。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谢谢。顺利通过第二关，你现在可以获得由老购商城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芬兰哈诺之健康礼盒，恭喜！谢谢谢谢。当然，这辆全新胜达我们依然会开动起来。这辆全新胜达的颜色你喜欢吗？非常喜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灰色，就既高雅又不高调。对，好，接下来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去拥有它。第三关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CFO 代表的职务应该是以下哪个选项？ A 首席执行官， B 首席财务官， C 首席运营官。请作答。这个 F 应该是指的 finance， 应该是 B 财务官，首席财务官。时间到，给出的答案是 B 首席财务官，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谢谢。接下来进入第三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我国宋朝以后没有做过国都的城市是下列哪一个？ A 开封， B 杭州， C 洛阳。请作答。5秒。应该是 C 洛阳吧。时间到。这个不是特别确定，我觉得这个要数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C 洛阳。选择的是 C 洛阳，其实你学的是考古专业。对，但是一下要想后面是什么国都，其实挺困难的，一下脑子有点空白。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刘恋，我想问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哦，我还有两个我的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你想让他们给你加加油吗？当然想，我一直在找他们的身影，一直没有找到，我很想看到他们。两位朋友，刘恋的表现怎么样？特别好，赶紧开车回家。虽然是泰国人，但国语说得特别好。哦，泰国人啊，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们俩用一句泰语祝福一下他好吗？3、2、1，留恋素素，留恋素带，留恋未来色带素素。OK， 加油，留恋素素，好吗？来，最后一道题，我们都看好你，加油。好。第三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蟋蟀的听觉器官长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A. 头顶上 ，B. 前足的小腿节上。C 触须上。请作答。还有5秒钟。我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我随便蒙一个吧。赶紧给我答案。B。既然你选择的是 B，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答案正确吗？
等待也太漫长了。一般答错了时间都长。快！恭喜答对，闯关成功。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在前足的小腿节上。恭喜，这辆车真的离你非常的近。接下来我们的全新胜达开动。刘恋，也请你把你的两位好朋友请到我们的现场来好吗？好，有请我们的两位泰国朋友。你好，你好。刘恋刚才的表现怎么样？非常棒，蒙得很牛，厉害，蒙的，人家还真不是蒙的，你知刘恋，也请你的朋友带你先来体验一下我们全新胜达，好不好？来。好，你们可以告诉一下刘恋现在什么感觉？现在非常兴奋，然后就我旁边还有一个空位，等你过来坐哦。有请我们的选择器。两位泰国朋友，我给你解释一下，一会儿呢，你们俩将要带他按下选择器。来，希望你一如既往的有好运气，帮助你的朋友，好吗？好的。刘恋，你要发号施令吗？你可以让他开始，可以让他停。我要把这个责任全部放在他的身上。我的老天爷，他把责任放在你身上，就是说一旦出问题就怨你。只要是这个红色的方框在北京现代，你们就有机会继续挑战。开走。如果说是红色方框在5000元的大礼包，那刘恋已经凭他的智慧，拿下了5000块，再拿这个5000块的大礼包，一共就是10000元。如果是方框是在周末驾到的话，那你们就去吃一顿泰国餐，好吗？好的。OK， 好，来。没问题。OK。叫素素是吧？哦，我们素素。全新胜达换不换？全新胜达换不换？换换换。好了，再来摁一下就停。好。全新胜达换不换？我按了。3、2、1。好。刘恋，全新胜达换不换？换换换换换不换？恭喜你，让你的好朋友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们得到了5000元大礼包。Yeah. 谢谢。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谢谢。谢谢。是真的。很可惜，你拿到的是5000元的大礼包。也不错。没事，再加上刚才你的优异表现，你一共是拿到10000元的大礼包，好吗？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这位主持人。好吗？我觉得有一天我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买一辆这个。有辆车之后，我们可能可以真正开着车去到这些周边的孤儿院或者敬老院，给这些孩子一些除了金钱和食物之外的一些帮助。因为我觉得音乐是美好的。希望他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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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周维达，来自天津，今年28岁，是一名公务员。周雷达。维达，口字旁，唯一的维，达到的达。哦，维达。没事，他年纪大，耳朵背，你别介意啊，怪我不说清。您是天津人。对，天津人。天津人。您刚才跟我们说您的职业是？公务员。公务员啊，哦。您开来的这辆车斯柯达，我看还挺新的哈。09年的车，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爱人陪送的。
合着是拿着媳妇儿的陪嫁来的。我是为了给她换一辆更好的嘛。她知道吗？知道，跟我一起来了。跟你一起来的，同意也。对啊。在哪儿呢？在第二现场吧。在第二现场。哦。哎，我们先征求一下您的这个车主人的意见啊。Hello， 你好。来，咱在这边。这车是您的陪嫁是吧？对。哦。他把这车开来说换新车的时候，是怎么跟您打的申请啊？我平时一直没有机会带你到处去旅旅游，到处去看一看。哦。这样呢，我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尽力去得到一辆汽车，这样呢也可以让你能够利用年假的时间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吧。他蒙你呢，你家已经有车了，去哪儿其实跟这车没什么关系。空间不够大一些， SUV 好一些。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喜新厌旧。不是，是我是一个答题爱好者，从小就比较喜欢涉猎各个方面的知识。然后我参加答题节目或者答题游戏吧，已经有很多年了。去年我参加了一个电视答题类节目，然后也是运气比较好，连斩十人，最后得了十件家电，顺便得了一个马尔代夫的双人游，和老婆去了一趟马尔代夫。哇！其实我来到这儿真的应了那句话，我就是来找一种答题痛快答题的感觉。在台上让我们充分地感觉到您那种自信啊，我们希望你整个过程都能够幸运并且自信，就像你说的，凭自己的实力来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是吗？是的。好，让我们百人团的朋友们请为我们的周维达梦想加油。支持率为67%。维达同志，他们给你这成绩算好还是算坏？没关系了，我来到这儿也没想用所谓的什么免答权，即使给我3次免答权我也不会用的。好的，希望你有好运气。谢谢。好吗？谢谢谢谢。有请主持人。周维达，你好。你好主持人。战神。来自天津卫啊。对，天津政协的是吧？对，天津政协。所以说其实你会涉猎很多方面的知识啊。对，这个工作性质也让我的知识面有所扩展。那接下来我们今天非常期待你的表现。谢谢。刚才你夺得了一张幸福卡片，可以 pass 一题。好，所以说你只要答对8道题就有机会去赢取那辆全新的胜达。你的车我们现在已经收下了，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周维达，让我们现场见证一下你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战神，好吗？好的，大家不会失望的。请发动梦想引擎。周维达，欢迎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你要做的是选题，有请我们的天使。现在在我们车的后备箱当中有6只密码箱，你到底选择哪一只密码箱？请选择。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一答到底来的，所以选1号吧。1号。请我们的天使把1号密码箱拿过来。接下来你要完成的是连闯3关，每关3题，每题只有1个正确答案，会有10秒钟的思考时间，如果答错或者超时都算失败。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这是你选择的1号密码箱。箱子当中的这张光碟就是你今天要挑战的10道题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你今天的挑战。根据我们的规则，你有1张幸福卡片，可以 pass 1题。
所以我们会从第一关第二题开始，请听题。请问《孔雀东南飞》和以下哪一首著作被称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璧？ A 木兰诗， B 兰亭集序， C 琵琶行。请作答。所谓乐府双璧应该是《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A 时间到，给出我们的答案是 A 木兰诗，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果然是战神。接下来第一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觉得人生就像一盒什么？ A 棒棒糖， B 棉花糖， C 巧克力。请作答。阿甘说的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的味道。 C 巧克力。时间还有三秒钟，时间到，选择的是 C 巧克力，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恭喜答对，第一关顺利通过，我们的全新盛达开动，你可以获得由莲花生态护肤开创者莲花高端护肤品牌水之柔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水之柔莲花护肤组合礼品套装一份，恭喜！当然也会离你的梦想更近一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关，第二关，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件事是《水浒》中梁山好汉武松所为 ？A. 倒拔垂杨柳 ，B.醉打蒋门神 ，C 汴京城卖刀。请作答。倒拔垂杨柳的应该是鲁智深，汴京城卖刀的应该是青面兽杨志，所以答案是 B 醉打蒋门神。时间到，你选择的答案是 B 醉打蒋门神，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好，接下来第二关第二题，请听题。通常情况下，同一只手上哪个手指的指甲生长得最快？ A 食指， B 中指， C 小指。请作答。哇，这个题有点皮，蒙一个吧，蒙个最长的，中指。还有三秒钟。 B 中指。时间到，这是你完全猜的答案对吗？我分析的，因为中指最长嘛，我就这么想的。那这个答案正确吗？不会吧。恭喜答对，没想到你的运气这么好。好了，接下来第二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以下不属于免疫系统疾病的是 A 白化病， B 过敏性哮喘， C 风湿性关节炎。请作答。这个题应该是，如果我们五秒钟。 A 白化病。时间到，给出的答案是白化病，那这个答案正确吗？我记得生物课学过，应该是。恭喜答对，第二关顺利通过，我们的全新胜达开动，你可以获得由老购商城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芬兰汉诺金健康礼盒，恭喜。第三关第一题，请听题。牛郎织女的传说众人皆知，请问牛郎星属于什么星座？ A 金牛座， B 狮子座， C 天鹰座。
请作答。哦，这个题我知道，应该是 C 天鹰座。时间还有五秒钟，你确定吗？确定。时间到，选择的是 C 天鹰座，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等待审判的是太心脏太经受考验。接下来第三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火车连续发出两声长鸣是什么意思？ A 前进， B 停留， C 倒退。请作答。前进和停留应该都是一声长笛吧，所以两声应该是倒退， C 倒退。还有三秒，时间到，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第三关第三题，请听题。许多国家都把玫瑰花视为国花，下列哪个国家的国花不是玫瑰花？ A 英国， B 匈牙利， C 保加利亚。请作答。据我所知，匈牙利的国花应该是郁金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答案是 B。 还有三秒钟，时间到，选择的是 B 匈牙利，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还要多久？我们的全新圣达要开到我们的转盘上，来出发。接下来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战神的妻子和女儿，欢迎。好开心啊，宝贝儿，让拜拜抱抱好不好？哎呀，这么乖呢。要不要先看看身后这辆车？好，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哎呀，哎呀，对，今天怎么样？开着不关上去。哎呀，汽车漂亮不漂亮？漂亮。怎么样？非常好。最后给老公加加油吧。老公加油，不管最后成不成功，你都是最棒的。谢谢。来，请出我们的选择器。好嘞。来，正能量，走起。全新圣达，换不换？换换换。全新圣达，换不换？换换换。全新。全新圣达换不换？来，再按一下，宝贝儿。周末驾到，幸福来喽！全新圣达换不换？发令。全新圣达换不换？来。再按一下，宝贝儿。啊！哎呀！回答，你说换不换？什么呀？换不换？你说换不换？你自己猜猜。你猜换不换？换啊！给他换一下。换不换？换！祝贺你，哥们儿，祝贺你，你得到了5000元。也好，也好。也就是说你没有继续的幸运挑战下一关。我还想说两句话好吗？我正好我的老婆的孩子在这儿，是他们第一次跟我一起参加答题节目。宝宝，爸爸跟你说几句话。
爸爸每一次站到台上尝试去挑战自我，其实都是为了给你树立一个榜样，希望你将来可以像爸爸一样不断地去尝试不同的尝试，经历不同的经历，感受不同的感受，走好你生命的每一步，不必在乎一点一滴的得失，在乎的是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一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好，来这边请。大家好，我是叶子金，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职业模特。哇塞，好美好提神，谢谢。那您是拿什么来跟我们置换汽车呢？拿我头顶的这顶皇冠。头顶的皇冠？其实我有看过一些就是这种模特的比赛，好像要拿了一定的名次之后就可以换一顶皇冠，是吗？对，是的，是要拿到前三名才会有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换车理由吗？我今天想用这顶皇冠换车送给我的弟弟，因为他曾经有一辆汽车，但是他才是一名就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他自己的生活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吧，他要还车贷就是比较困难，所以前段时间他把车卖了。但我知道他真的很喜欢汽车，所以我得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替他赢取。很好，我们这个车十年使用权，这绝对不用你还贷款。太棒了，真的太棒了。那你有没有带着你的弟弟来呢？有。有吗？有，那请他上来好吗？哎，哦，弟弟很感动。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平时特别不爱说话，然后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男生。现在请我们现场的幸福百人团的朋友们给他们的梦想加油。谢谢大家。好，百人团的支持率为63%，也就是说你获得了一张幸福卡，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Hello， 叶子金你好。刚才通过你的表现，你赢取了一张幸福卡片，所以说可以 pass 一道题，只要回答出8道题，就有机会把那辆全新胜达送给弟弟。好的。接下来你要加油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开始挑战你们的梦想。请发动梦想引擎。接下来是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请先选题，有请我们的天使。子金，现在后备箱当中有6只密码箱，你选择哪一只密码箱？我选第二个。请我们天使把2号密码箱拿过来。这是你选择的2号密码箱。箱子当中的这张光碟里面有10道题目，是你今天需要挑战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你今天的挑战。根据我们的规则，你有一张幸福卡片，可以 pass 一题，
所以你会从第一关第二题开始，请听题。请问下列哪组英文字母是全球通用的求救信号？ A IOS B POS C SOS。 请作答。 C SOS。 五秒，时间到。第一题非常的简单，给出的答案是 C SOS。 恭喜答对。接下来第一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创办精武门的中国清末爱国武术家是谁？ A 霍元甲 B 陈真 C 叶问。请作答。霍元甲。还有五秒钟，时间到。对不起，你没有资格去选择其他的答案了。霍元甲。你选择的是 A 霍元甲，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哦，谢谢。第一关顺利通过，你现在可以获得由莲花生态护肤开创者莲花高端护肤品牌水之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水之容莲花护肤组合礼品套装一份。当然弟弟也会离这辆全新胜达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的全新胜达开动。准备好，第二关第一题，请听题。俗话说打蛇打七寸，那么请问蛇的七寸是在什么部位？ A 咽喉 B 心脏 C 头部。请作答。 B 心脏。你确定吗？我确定。到。给出的是 B 心脏，你是非常清楚这个答案吗？是的。那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鼎最初是用来做什么的？ A 祭祀用礼器 B 焚香的容器 C 烹煮容器。请作答。五秒钟。 C 烹煮容器吧。时间到。非常犹豫地选择了 C。 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啊，天哪。确实它最早是用来煮东西的，后来才慢慢的大家有用它去盛东西或者是祭拜用的香炉。接下来你要准备好第二关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孟母第一次把家迁到了哪里？ A 墓地旁 B 市场旁 C 学宫旁。请作答。我猜应该是市场旁。还有五秒钟考虑。时间到。为什么是市场旁呢？猜的。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印象中是这个市场旁，就是在市场的附近。我第一感觉我排斥的就是墓地旁。好，
既然你给出的答案是 B， 市场旁，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顺利通过第二关。你可以获得由老购商城提供价值3000元的芬兰汉诺基健康礼盒，恭喜！接下来我们的全新圣达开动起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关了，我想如果你站在这辆车旁边，应该非常的漂亮，也很适合。希望你能够加油，还有3道题。第三关，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云南的普洱茶源于下列哪个选项 ？A. 地名 ，B. 人名 ，C. 植物名。请作答。A. 地名。还有5秒。时间到。是有去过当地吗？我没有去过云南那个当地，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吧。就确定普洱就是个地名，对，而不是一种茶叶的名字。它是源于，它是一种茶叶的名字。对，它是源于以下哪一个选项吗？对，所以说你确定它是一个地名。对，有了这个地方，所以命名这个茶叶为普洱茶。是的。那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确实普洱茶是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叫普洱，所以它被命名为普洱茶，并且呢，它是通过多次嫁接之后才能够变成我们现在饮用的普洱茶。好，接下来第三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常提到的雁门关在我国哪个省？ A. 河北省， B. 山西省， C. 陕西省。请作答。 B. 山西省。还有5秒钟可以考虑。山西省。这么快就决定了自己的答案，选择的是 B， 山西省，这个答案正确吗？恭喜答对。我觉得非常的淡定，你我能看得出来弟弟在那边也非常的兴奋。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题，如果姐姐顺利的答对之后，这辆车就能开到你的面前，加油加油。第三关第三题，请听题。大家都知道刘翔的成名在于110米跨栏，请问男子110米栏有多少个跨栏呢？A. 9个 B. 10个 C. 11个。请作答。还有5秒钟，必须给我答案。9个吗？时间到。所以你选择的是 A. 9个。这个答案正确吗？你答错了，110米栏，刚起跑的时候是没有跨栏的，10米一个栏，所以是10个跨栏。哇！这辆全新的圣达，10年使用权，对不起，你没有资格
使用它。哦，好遗憾啊。但是，虽然车开不走，你同样可以带走价值5000元的礼品。恭喜，这边请。啊，对不起。没事，对不起。谢谢，很抱歉你与我们的全新盛达擦肩而过，谢谢二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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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你们来到周末驾到，谢，周末驾到，幸福来喽！你想以物换车吗？你是闯关达人吗？请赶紧来到我们的周末驾到，带上你的置换物品，分享你的换车梦想，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吧。屏幕下方出现了我们的报名方式，当然我们节目的大奖是由北京现代赞助的T动力全尺寸豪华 SUV 全新胜达的